对上一次表演啊，已经是2010年的事啦。咁所以咧，我未排舞之前咧，嗱嗱临喺屋企做下拉筋啊，练下体能啊，咁希望唔好失礼嘛。咁啊，好彩飞神老师好有耐性嘅，亦都冇嫌弃过我。咁咧，不过佢教 step 咧真系相当之快，喺短短第一堂啊两个钟头入边咧，就已经俾晒成首歌所有 step 我哋啦。咁所以咧，我每一堂排完舞之后咧，我哋都会录低个 video， 跟住咧翻屋企咧默默咁样练习。我啲同事佢哋从来冇质疑过我嘅能力，佢哋甚至乎冇睇过我以前跳舞嘅，佢哋就觉得哇，今次呢只舞就靠晒你啦咁样，系俾咗好多鼓励我，俾翻好多自信心我，先至会成就到今次真系可以上台做 show 呢一件事啦。